大家好，美国好事多黑五的减价商品，前面已经给大家分享了，从10月30号到11月12号的第一波减价，还有11月13号到11月27号的第二波减价，大家点开上面链接就可以观看。那今天我们来看本次黑五的最后一波减价商品，其中包括有11月23号感恩节当天仅限网上的优惠商品，还有11月24号到11月27号的减价商品，以及11月27号仅限网上的网络星期一优惠商品。首先来看几款感恩节当天仅限网上优惠的商品。另外，感恩节这天在网上购买满500块可减50块，每个会员仅限一次。两款食品类电子礼品卡，这款是多米诺餐厅的4张25美元电子礼品卡，还有这款红龙虾餐厅的4张25美元电子礼品卡，两款本期分别都是减5块后74.9元。布艺组合式沙发，带储物脚凳，实木锥形腿，具有宽阔坚固的底座，本期减300块后1399.9元。 Osaki 按摩椅，具有 4D 红外线发热滚轮按摩系统，带小腿揉捏按摩的足部滚轮，具有8个不同级别的调整，另外配备蓝牙高清音箱，带有超薄液晶遥控器，在内扶手的侧面也有控制按钮，还有 USB 插口可为移动设备充电，本期减1900块后4999.9元。海信32英寸 LED 高清液晶电视，黑五优惠价89.9元。这款10英尺充气立式桨板，采用业界首创双浮筒设计，阻力可减少 16%， 并且稳定性更高，另外还有世界上第一个折叠鳍设计，板长10英尺，宽34英寸，本期减100块后299.9元。那以上这几款就是仅限11月23号感恩节当天网上的优惠商品。接下来我们来看11月24号到11月27号的最后一波黑五减价商品。马苏里拉奶酪棒，表面是调味脆皮面包屑，一共82至92个，总重量5磅，本期减5块。 Craig 的 K-Cup 混合咖啡，多个品种，包括有中度和深度烘焙，一共72个，本期减7块5后28.9元。Shark 空气净化器，采用抗过敏原和 HEPA 多重空气过滤技术，强大的空气净化能力，可跟踪空气质量并自动调整设置，静音电源不会打扰睡眠，另外需要更换过滤器时控制面板上会及时提醒，本期减50块后199.9元。带有节日元素的洗手液套装，4个 21.5 盎司，不同香型，本期减2块后9.9元。您者专业搅拌机，超大72盎司容量，可在几秒内粉碎冰块整个水果和蔬菜，具有独特的脉冲和暂停模式，本期减20块后49.9元。 14KT 白金钻石吊坠耳环，钻石总重量 0.98 克拉，本期减300块后999.9元。科克兰的新鲜去骨去皮鸡胸肉，本期每包减6块。蔓越莓核桃面包，本期减2块后6.9元。带智能传感器的智能恒温器套装，本期减40块，这款最早可从11月16号开始减价。 6.5 英尺人造橄榄树，栩栩如生，由合成聚合物制成，有用于成型的钢丝现金，只能室内使用，本期减30块后119.9元。 JBL 便携式无线扬声器，通过自调节功能优化音频，具有深沉的低音，电池续航时间长达20小时， IP67 级防水防尘，可使用内置移动电源供电，本期减60块后119.9元。另外，这款 JBL 便携式无线扬声器，具有杜比全景声沉浸式音效，电池续航时间长达24小时， IP67 防水防尘，
内置移动电源可为设备充电。本期减150块后349.9块。这两款扬声器最早都可从11月16号开始减价。戴森 V15 无绳吸尘器，强大智能，全无深度清洁，绿色激光技术可显示看不见的灰尘，具有60分钟运行时间。另外包括10个清洁配件。这款在9月份的会员优惠时减了140块，减价后559.9块，本期减200块，减价后499.9块。Shark 超轻有线棒式真空吸尘器，带 LED 头灯，可照亮隐藏的碎片和灰尘。另外还有多个清洁配件，本期减60块后139.9块。Bose 降噪耳罩式耳机，采用了更安静更轻的材料，具有持久的舒适感，可提供深沉以及清晰声音的专有技术，高保真音频，长达22小时的播放时间和电池寿命，通过蓝牙 5.1 实现强大的无线连接，本期减120块后179.9块。 Bose 条形音箱，紧凑的设计适合大多数电视，内置杜比解码增强音频，通过空间和自然音频提供更好的声音，包括基本遥控器和壁挂支架，本期减40块后159.9块。 Bose 这两款最早可从11月17号开始减价。另外本期减价的还有电子产品，电脑、电视、运动相机、家庭安全系统、清洁用品、服装，以及本期仅在网上优惠的商品。视频最后几款商品是11月27号仅限网上的网络星期一优惠商品，在商品上有特别标注。
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